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Treatment Waterproofing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，还有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，三个是不一样的哦。然后这个是已经做好了，这个是很轻的，这个是叫 Formcrete。现在很多外国在做建筑都是用这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然后你可以看，我是同一个配方数量来混成那个test cube， 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个还有水在，就是说它没有完全刺到进去里面。这个是我们做的 formcrete， 然后它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现在拿其中一个把它倒出来，我看它的那个干的那个程度到了哪里，然后我们轻轻按一下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formcrete。然后它水泥有些地方它没有干透，还没有干透，看到吗？这里是一天它还没干透，所以要等它干透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它的那个效果到哪里。